我没有美国车的迷彩，之前都没有玩美国车，就没有给他买迷彩。艾米尔二，嗨。哇，台湾人紫色的，紫色，哇，Rice，台湾人紫色很少啊。不知道呀，我装的模组没有显示国旗。哦，我们第一个是台湾的，紫色的。我只知道它是紫色啊。风冲上去了，啊！看起来好像没办法，看起来没办法。可150冲上去就有机会。哎、欸，好，140在上面 ，OK 啊。咱们这是30又挂了。太壮烈了，壮烈牺牲。哎呀，老子在前面，死掉了。哦，这边打不过去啊，后面有100。太快了吧！我们山上赢了，哇，6-0哎、欸，我们死一台车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干，这也太夸张了，绞肉场，超级绞肉场。没穿，三小。好，帽子要来了。去找一 Q， 我会被D100打啊！直接去找一 Q 好了，D100什么的，管他的。D100在看这边啊。下一个就哇，真的被D100打了，奶奶的！哎，你吃了一发D100，然后救了队友。我来了，干妈的被队友打断驴，自首在哪里啊？这里。石头后面。找不到。哎、欸，
你是怎样子的？我被 TK 了，靠腰。看他是怎样？哪一只啊 ？AN30 SU 那一只。SU。干他三小哦。他以为你是敌人。屁啦！他是故意打我的。你要打他吗？我就被他打死了、啊。你说你刚要弄撞到他吗？没有啊，我根本没看过他。很小，密他、欸。唉，在我录影的时候直接把我 TK 掉。他到底跟我有什么仇啊？真是的。他这样直接垫底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练这台？啊，就下一次更新就新鲜啊。所以是练 SN。是我说练了这个，然后再把陈主任丢过去哦，还是什么？不是啊 ，SN 是从这条接这台车接出去的啊。对啊，可是现在还没有啊。啊，之后就有啦、啊。哦，你只是先买回来而已，无聊玩一下。先存经验啊，然后。之后就可以直接点开车了。哦，了解。这根炮是顶炮吗？对啊，一二。我有去比较杠兔跟 IS 啊，杠兔是机动比较好而已，其他都输 IS。其他所有东西哦 ，DPM 比 IS 高，然后其他扩圈比 IS 好一点，但是。基础伤害比 IS 低啊！哈，他不是用12吗？12的基础伤害比较低啊。不是390、哦。有一样吗？不一样吗？应该收390吧。还是我看错了？机动是比较好一点啊。回转比较差。对。因为我现在要走中国线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们两台基本上是一样的车啊，就些微的差距啊。你现在还要走什么线吗？我 BC12T 还在练嘛，然后你是走巴恰吗？还是？巴恰跟青潭我应该都会走，不过应该会先走巴恰啦。然后一四哦，一四其实我没有打算练上，就是想玩 T30而已。所以你要玩一三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那 T28还在练，不过不是很喜欢玩 T28。T28就慢慢的。没有火炮，可以慢慢对炮。敢开个屁！不要拔，不要来，不要过来。OK， 我帮你压一下，不然他会往前走。干，我打他车内没穿，三小。完了完了，他来吃掉我了。现在150 DPM 太高了。干！我帮你打他弹药架，看他可以拔吗？你啊，你死了。啊！真是，今天怎么都没有高阶车啊？我们的九阶车都跑哪去了？全部都待在这边，三小了。
不够衰。跟你两台酒戒车在这里是要干嘛啦？哇，歪炮！靠，好大歪炮，两枪哎，完了！对啊，六一二二。我们这边。劫车啊！哪里嘞？怎么会打成这样子？那两台劫车一直都跪在那边啊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 ，PDA 啊。还有 T5 哎，也是。到现在都还蛮闲的。其实刚才那边可以打 OK 的，只是我主要还是没有弄好。九零线都是应该说后面这边没有站 TD 啊，站 TD 他们就不敢完全。我是觉得是九零线都是低阶车啊，所以他们高阶车一来就直接压过来了，根本没在怕的。就是那个刚打那个150，他38，我才28。那个比例交换太有问题。你提示好了。那提示也是准备接下一台车，下一台新车。其实后面的新车是什么？哎，还不知道，下一次更新不会出来，要到下下次吧。哦，这场很难赢哦。嗯。其实还好啦，看效率是还好，不过那个提示。两台轻弹，第三台不知道在哪里。吼吼，有够痛的。打穿的啊，进不来。啊！干，我被自由针对了。
不好意思。爬不上来，驾驶，我的驾驶，啊天哪！吼吼吼！那是 T49对不对？啊干！奶奶的驾驶！靠腰嘞！被驾驶害死！自走太……啊，算了算了。这驾驶太夸张了。激动整个差是不相同。这地方在干嘛？看他反应迟钝哦，还是 bot 哦？他后面还在一百？没有啊，只有一台康威而已啊。他就直接让 T49这样打他一炮，然后什么就没做，连看都不看一眼的。赔钱赔死喽！怎么上镜哦？一定的啊，速倒了。这台到底要打哪里啊？打车身底盘，不然就是打那个脸颊左右两块，左右那两块凸起来的。T57有掩体，哦，他有掩体。你要不要用 T30来卖图？用 T30，什么意思？你背后的 T30。哦，我是不是被火爆砸啊？所以我在躲这里。哦，李白出现了。还是说你要先去打老鼠？不行，我弹夹弄完他们就过来了。哦，虎爸，哦 ，Hello， 虎爸。你们要打几阶啊？我们目前在玩九阶，应该七八九都会玩。哦，那等一下加加哎。好、啊。你自己弄的，不然就会。一五应该可以打赢猫屎。加油！过去丢。哎，死的太惨了。那是猎白吗？我决定打完 T57就会来找你。哎，你背后来了。打不穿的啊！好了，我先去药铺吧。
哦，排名第一耶。铁丝怎么断线了？也是，白鹿中，等一下，好。被五十六要冲下牌了。非常不错啊！不过靠腰，我们的 Lowy， 天啊！效率56是怎么打的？哇哩嘞！我们没有扛先车。这个虎爸，你的伤害是390吗？我打你一发看看好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看一下按 Ctrl， 然后对着你现在的弹药。哎、欸，390。嗯，所以我没记错。周围看起来也不像 bot 啊，他怎么打出那么低的 W 很大的啊？要再观察一下了。哇，走势！对呀、啊，好狗屎运哦。QV2。敢反逆百这样子 QV2 不能啊，真是的。我要压到那个一、哦，你压过去了，那边哦，这么快。我去 TS 那个位置了。哇，小老鼠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小鼠这也很软啊，它弱点很多。然后我这楼宇真的不会玩。靠腰欸，他直接横着开出去给人打。
你打底盘或是头包都可以穿，我敢直接穿底盘。他头包是真的很软，这么近的距离都打不中。快要 KV 球。谁打600杀啊 ？Q2 吗？把 KV2 打我的，打 AP 啊！哇，这么凶！可怜了 ，IS 就这样子被洗掉了。啊，干，就是自己走，这样。自我在那里啊，4257是禁地车吗？哦，4257哪一台啊？这台啊，SPR。哦，对啊，禁地车，弹夹，最点的，一轮600，四发。你们会想要练意大利线吗？先看他有什么车。如果就是他那个低阶，感觉就是很，其实也还好。如果那个感觉低片太低了啦，高阶车低片有点太低，低到夸张。虽然说就是，对啊，虽然说半弹夹。可以单发的弹夹，感觉还不错，但是那个底片真的是低的夸张。我今天拿到十张哎，十张，那个什么券哦，不是100张，就10张，哦，奖牌啦。那个是叫奖牌哦，点券，你有奖牌，你有拿到奖牌就会有点券啊。如果不是玩十阶的话，就是八阶的 TD 打两台大于，就是加二的战车。哦，那那个奖牌是10张啊，每个不同奖牌都会有不同的数量。是哦，比较难拿的就比较多。
然后十阶的话，除了奖牌会给点券以外，你有拿超过400经验，就会照你经验的多寡给你点券。那、啊、你们现在点券都多少啊？我目前是1100多。哦，你都供这么多哦？那、啊、你要拿来干嘛？当然买装备啊。那装备那边它没有显示，是到5000才会显示啊。没有啊，那个啦，它有分一般的、一般型跟改进型，它再分2页的。哦，还有第二页啊。这么小才达到，真的是眼力很好才达到。他应该弹夹打完，我来欺负他了。我来过会过去好了。这110有得扛就好了。116！我靠！我跑不掉了，希望我能活着跑掉。干你在干嘛？T34哦，被 T34撞。干走路不看路，跑去送死哎、欸！好不好？可以断他履带吗？断履带，断他履带。靠呀！T3是在挡路啊，白痴！那次 T3是真的是智障。尸体挡在那里，我什么都打不到。跑去送死，还要把我推出去。别亮了。我从132屁股来。弹夹坏掉了，怎么弹夹？什么弹夹？弹药了，弹药架坏了，靠药！捡回来呀、啊！干，我两发都没中，哦靠！又坏引擎，天哪，我引擎怎么那么容易？你不要再打了，马克。我原本想说给他。这边打那个50100还比较有意义耶，你来这后面啊。50100我打不赢，50100弹夹哎。我是想一发换他。我说的打是后面黑慢慢黑枪，原本是想一发换他3发，结果2发都没中，我也是醉了。对，一发换他4发，我在天庄。他军伤多少啊？谁？132。132，蛮高的。有245吗？你不用，我来，不要你，休弹起来。我一轮是可以打收掉啊。不要不要，等我，他就算他 K 在我身上，他 K 在我身上，然后你再出去 ，OK？ 等一下，等他 K 我。啊、不然你直接给他干掉就好了。对啊，是，说的有道理。哦，靠腰欸，怎么会一在山上啊？他打高爆、哦欸。他看得到我、哦。我以为他没看到我。他们的金铲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还有一只。那只已经变很高了。对啊，不然我怎么会觉得？我被亮了，在基地那边。
一定在基地附近的。他可能在山上，没错。那一一怎么可能看得到我？我刚刚有被他亮到，不过他没有射我，不知道他躲在哪里。一呢？哦，我说青坦了。那 IS 三是在睡觉。可能躲在这边去了，看一下。ELC 九连打得穿一一吗？对啊，一七五穿，一七五穿底穿可以。只要绕到他侧面打就可以了。上金的话就可以，还是只能打穿底穿。奇怪，对面的 ELC 跑哪去了？他不在上面，要找一下。也不在下面。对啊，奇怪了。这里看看，马克。好。不过我一定是会被他收掉了，所以就这样吧。他们上来就好了，干嘛？等的时间都上来了。你看他。哦，被亮了。好，他在这附近。他在这附近。亮到了，没有开动。他打一发，他剩下三发。哎，不对，他剩下两发，他干不掉你，他干不掉你，赶快去找他。下我就他绕我就打不到了。怕他是填装好，直接把你收掉了。怎么可能？他填装半分钟了。哦。他应该是往他们基地方向跑。他隐蔽真的很高，离他超近的两个。人家都打完了。快！哎呀！哦，两个差好多哦。天，我今天都打好差哦。这样，三杯手伸。真的很
很不解那些红人到底是怎么这么快爬到高阶的。花钱吧。我们 T10 5K 长就爬上来了，然后你看对面 T28 更夸张， 1K 长欸。1K 长就爬到八节车了。就是吃金币吧，吃金币转自由经验。可是那他也要玩其他车来赚自由经验啊。干，我们的 Type C 在干嘛？你要去哪里？金币直接转自由经验啊。你要有先有自由经验啊，你要先有车拿来打经验才能用金币转啊。哦，也对哈、哦。蟋蟀已经死了，如果蟋蟀没有死的话，我可以做很多事。对掉。这也算没有第六感哦，真的假的？赛车会有第六感，哎 ，T69 会不会跟洛林40D 的感觉是一样的？差很多，哎、欸，也没差很多啦，有差啦。洛林40D 的天装比较长，然后穿身有差，洛林穿身很够用。这 T69 很烂。那你75打我哪里啊？看他直接打穿我正面的装甲，哎，而且还没上金。我们要推吗？你没有一点三，挣不过呢，挣不过，挣不过。靠呀，可是挣不过。速度那么慢。不是速度问题，是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个103底在 K 我们视野的问题。哦，30逼过去了。啊，进场过去了。再等一下，如果能亮到更好。亮到啊！这个老被子都打了啊！我爸惊哦！行咯，出发咯。我干上不去 ，fuck， 干被他卡住了，干。好啦，我低估这台，没有，我太高估这台车的机动性了。他根本就没有机动性，基本上坡应该好啦，他连基本上坡都不行。欸，虎爸，你打得到自走哦？好，我们都应该可以打得到自走，虎爸。我打不到。虎爸啦，打不到、啊。
刚才你说我们的自走到底在干什么啊？103，你这个角度打不穿哦。对，你这个角度打不穿103。我一起金蛋啊！金蛋啊？你说金蛋？用高爆打。哦。铁石被自走磨死了。我们的火炮到底干嘛、啊？赶快把对面的自走炸掉。火炮的角度是玩到吧？应该可以打得到、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他没有在打你们那边，他在打中坛。AI。终于。你把你卡在那就好了，不要再前进了。那个，不要以140出来，140出来 ，DPN 就把你收掉。不会啦，你一发就可以打死，应该是吧？我觉得140血量很少。不少。我觉得他血量是很少的，100多吧，500多吗？有这么高啊？哇，你的火炮直接把那个103逼。1030炸掉就好了，还在。贴在礼物盒里。他在炸什么？他在炸杠七吗？杠七的确是只能靠他炸了。BK。他在干嘛？哦，着火！他在干嘛？他直接被你烧死哎、欸！宕机了吧？小心那个140会来找你啊！我被骂啊！不用理他，小橘猴。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前进，把103逼你收掉。不是啊，他那么矮，我一定要靠自走炮。不用理他就好了，不用理他。140跑到下面去了。刚三被亮了。哎、欸，等下140找你就完了嘞，胡巴。Nice。你要不要先准备往回跑了吧？哎、欸，我已经开金蛋了，直接找140就好了。哎、欸，140来了，哦，248。哎、欸，那140去哪里啊？应该还待在上面吧？因为杠七在那，140一定会在后面。哦，打断离，断离 ，nice， 碎，还没，还在靠近。哦，他转过来了。没有啦，他在看杠七那里。Nice。哇，找杠七了。一折一发哦，他妈的好痛啊！不用退吧？再痛也是750而已啊。哦，这个智障我直接溺死了。
啊，不想开大棒棒。嗯，你就不要开啦。啊，都其他都解完啦、啊，就只剩下大棒棒不想解而已。我觉得大棒棒不错玩啊。觉得他带赛啊？没有，你要打准。没有，之前跟他组牌的确很赛啊。哈哈，都队友都分到不好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个好像有权重比，就是假设你很多弹夹，然后对面的车就比较弱，就是没有队友会比较弱。现在分房他是只看你很多弹夹，他就给对面很多弹夹，现在是这样子。权重不是在，怎么？对，现在分房已经改了啦，改成就是分成车种，然后车种还有分成子车种，就是什么弹夹、超重弹啊之类的。我靠，底下玩了十万场欸。哦。对啊。ELC。十万场。怎么打的啊？好，哎呦，我撞到他了。都让他，你还撞他？他不能挨耶。他小到像 MP 的。对啊，三四阶的。他干脚力耶。MP 的怎么样？好，三被他们抢到了，完了，我这位置会被三打死。哇，一百打高爆弹。T 二八后面有 T 二八的黑墙，好，被自走打了，赶那自走，还有瞄准圈太大颗。好枪了，在里面。哦 ，T 十 hit， 干又是自走，自走炸掉多少血？300滴。100应该已经上好高爆的打等我了。我想抢单呢，跟他们一起抢单。应该可以啊，我撑着对面，对面应该打不到你。那 S 一在干嘛？我看好像他吃掉。好，他吃了。第四往前走。贴吧。这位置 T 十真的很好用。铁白也上高爆了，大家都上高爆在打我呢。好，铁白被亮了，太棒了！干，还以为自走不理我了。把你亮得到吗？
不应该往上走了。哦，贴吧那么硬哦，打不穿啊。贴吧你打他炮盾周围那块平的区域，你要瞄，不能不瞄。瞄了嘞，还上金蛋打嘞。那就是打歪了，贴吧没有很硬，250而已。穿针够都可以直接硬穿。哇，还是打不穿，被他反击。我、哦、靠！252直接打穿我，三小。他。可能不小心漏到车身了，可恶！干！我、哦、会不会被反推啊？自己的27，27没那么冷，好推啊！他这个麦头位置超靠北的，你的尸体我刚好可以让他直肉出炮塔。哇，你推了，看 ，H7 后面没人，有 T34啊，太上高爆，那干嘛、啊？完了，敢他还打高爆 ，T3 是会不会玩啊？排名怎么都那么低啊？哟，还没顶炮啊！差4000经验，两台高山虎，哦，蓝色的3002，哎，3002是 DPM 很高那一台吗？一样啊，2000的那个，就是2-3秒一发的那个，它是因为伤害低啊，它伤害只有135炮，所以才会觉得射速快，它地片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地片差不多跟克隆威一样。就是你要走哪边？山区。你没浮角呢？
有脚，他们也没副脚啊。有两个自走炮呢。你想要走海边吗？我已经走这边了。海边那个已经杠三跟一二已经去了、啊。我们就不用去了，我们就坐在后面。可以、啊。如果这边放假的话，他们就压过来。马克，你怎么不冲前面了、啊？炮那么大支，工程小啊。那是火炮哎、欸，拜托。我知道啊。这么大一只，他们吓都吓。你说口径跟 T30 一样哦。好，我们的 Jiu、嗯、他超冲哎、欸。对啊，他没有算好，就不要下去。亏了。你干哪声嘞？这个坡不好打，反斜坡。靠腰 DS。干嘛？中奖了、啊。对啊，中奖了、啊，踩到地雷。帮我给那后面超方过去。这地方很适合，他很适合。一三七五冲去前面。哇，三十一百冲了。然后那个 PD 又冲这么前面。有时候就是要。我靠，他直接秒掉了。你说就是要一股气，要冲就冲了。他都已经被秒掉了。1375，哦，轻坦跑这么前面。奇怪，我应该有第六感啊。比起蛇蹄，哦、哇，GG。我了解了，我刚才一直亮着，从来都没有消防过。被亮了。我那台波奇哥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他的炮管就整个插到那个蛇蹄里面了。我来给蛇蹄吃到了。刺刀你不能动啊！干，我要转过来啊！我被他狗了。赶快移动一下，我怕他爆。啊！还有一台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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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干这些队友真是哦！冲三小的。啊！天哪、啊！哦，叫你打的正。左边，左边应该点一下就冲起来了。哎呀，太刺激了！啊，五角不够。陆廷不知道跑哪去，陆廷来了，背后，你背后。
这场真的是直接整个放空基地耶。他是上金弹哦。哎、欸，他，我以为他打完三发了。他想要撞他，他不让他撞。哦，怎么？接这个图不太会粘自走，不知道粘哪边。站这边啊，去瞄这个、啊。哎哎，别、欸、别，马克，你站这边啊。可站这边可以打到这边。不知道、欸，感觉我们这边，感觉我们这个重生点在原野都很弱势。这一场就是交给手机在打的了。武林院。你觉得他可能在前面砍吗？不可能。对啊，这个位置也不能射啊。你有那个装那个一直线的吗？你自己把那个你的炮管一直线对到那个，对到这个点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就是要打 SDA1。可以的。ST1 的，你把你的炮管跟它垂直一条线就打到了，应该可以啊，不是应该可以，本来就可以。我靠，你看右边那像蜜蜂一样，九零线像蜜蜂一样啊。输了吧，我觉得，怎么没有人？Where are you？ 干，这样也能歪。他是白板头啊？哎、欸，是，好像是白板头，还是不是？他 HD 化之后，非要弄后面去啊！哇！
前走啊！干你怕一台 S2 根本打不穿你。打他炮管，打到你炮管！哦天啊！我被一个死掉敌人炮管挡住。手绳终于解掉了，好啦，多几万手绳了。